在时间面里成为火鸡王。耶！不止几年才可以这样对待老板，我就有没有被打？我有中弹。新四四二八火 message， 嗨大家好，我是轩，我是英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虾皮推荐的交换礼物，就是我打交换礼物，然后出现了前面几个，然后我们自己挑了，可能不是最实用，但是蛮好笑的几样，然后他都买的蛮好的，我们今天就来开箱，他到底值不值得买？如果值得的话，就推荐给你们，今年你们就有东西买了。先来上开箱，噔，总共是七个品项，一大箱、两小箱，我们直接先把东西都拆开，来吧。首先第一个。它叫做天气预报瓶，不然就是那种风暴瓶，它可以预测你天气怎么样，它里面的液体就会有所不一样的反应。它这个里面代表四种天气会有不同的感觉，分别有阴天、晴天、转晴的跟下雪的，它里面的瓶子的雪花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是287元，所以大家在300块左右的交换礼物可以买它。它现在就是沉在底下的雪花这种感觉。那它现在是上下分层，我其实也不太懂哎，要怎么看？还是你回家观察它一下？对，我们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观察它到底有没有，还是在骗人的。好，今天的天气是从冷转晴啦，今天还蛮热的。然后跟上面讲一样，就是会有一点分层，目前觉得可能是准的啦，但不太确定。但蛮漂亮的，放在窗边这样，就算它不准是个废物，也是一个漂亮的装饰品啦，还行。今天整个大变天，然后真的有呈现那个结晶的状态，一条一条的像雪花，蛮准的耶。再来呢，这个叫做肉片袜子，一组呢是有3双，然后我有加的精美礼盒是279块，3双袜子279还可以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长怎样。来，啊，好可爱，超级可爱。3双，很可爱耶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小卡片，然后他有送这个盒子，然后他还有附这个袋子，对，这样很便宜耶。然后是真的可以好好的送你出去的。对啊，我们先来拆开这个袜子好了，这个袜子好可爱，看一下袜子本人的长相，用保鲜膜装真的是太像生鲜产品了。好可爱的，来，我们来看它长怎样。质感还不错，滑滑的。它只有单面嘞，我以为会粗粗的。另外一面就是白的了。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哎。它虽然就是也没有多厚，但是摸起来是滑的，是亲肤，也不会刺刺的。但它的形状感觉不好穿哎，就是背面白的，正面是肉片。然后如果把它用成侧的话，这样看起来是没有脚，那叫什么？脚跟，没有脚跟的地方哎。不知道好不好穿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好，它穿完之后，因为它没有做脚跟，所以它会变成一个。一般来说，好像觉得袜子应该要拉到这样是平的，但它会比较下面，这边蛮紧的，它变小哦。但是很可爱耶，是一个肉片在那边。对啊。哦，我一直会觉得它一直要往下滑。哦，有可能会滑。因为感觉一直在往下滑。但穿起来应该也不会到刺什么的，还是算亲肤的哦。不会刺，但就普通。它感觉就是很快就容易坏掉的袜子，但我觉得以这个价钱来讲可以耶，很不错耶，因为它也不是多贵的袜子啊，它也是便宜的，这个品质我觉得是合理范围，但我真的觉得它好可爱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呢，它是一个复古游戏机，看起来很怀旧，然后是445块，那你也可以另外加购，它会帮你包装比较精美的礼盒，但我是选5礼盒的啦，里面有一个这个超轻，好像塑胶，然后这是放电池的地方，它有附电池在这边，然后有很多条线，不知道用在哪里的很多条线，还有就是接电视的，不知道有可能很像接电视的哦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玩，这样装进去看看，上面写什么？写400款游戏，有可能400吗？我不太相信，等一下来看一下，这个电池是有电的吗？很多游戏吗？很多啊，我现在到20了。是的耶，有400耶，好扯。我先按一个超级码。好啊。开完。可以耶，
盲死掉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它其实那个没有很灵敏，它的按键没有很灵敏，需要提早按吗？为什么我不能吃蘑菇吗？这一颗不是蘑菇，为什么按不到它？啊，它好像是可以双人一起玩，所以可以接着一个，就两个人一起玩的感觉。啊、好可爱哦！这个没有很好用，但是很怀旧。不管它好不好玩呐、啊，但光是400块游戏就很令人心动。把黑色的插进去，然后这两个接在电视，你可能就可以用大屏幕玩。好可爱，我觉得这可以买耶，这东西男生女生收到都会觉得很好玩。怀旧，对。就是限定，就是可能5、6、7、8年级啦，才会比较有 feel。9年级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对啊，接下来我们来开箱大箱的，里面有很多样。第一个呢是一个搞怪帽子，然后是299元，它是一个鸡腿帽，然后它会跳。这个好像在很多韩国综艺节目常会看到哎。它这里面是要放电池的，但是比较麻烦，它是要用螺丝起子把它转开之后才可以放电池。嗯，而且要很小的那一种。但它戴起来就这个样子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。然后它会跳舞，真的是跳舞的时候真的很悲哀。然后你那个圣诞 party 就会特别的有趣，那个人就会成为全场焦点。它还会有音乐，它很吵。我们再来装电池实测看看。对，等我们一下。我们装了电池，然后它这边有个开关。有动吗？有，它有在动。而且它每次的音乐都不一样，哎，都是一些大陆的抖音神曲。我是全场焦点吗？乔生来，你这是怎样？它比你更强，哎，这是怎样？啊，就这个吗？这是我捡到的。这太时尚了吧！加冕仪式，可以，我再次宣布你成为小三八。怎么那么抒情呢、啊？对、啊，换一首歌，换一首歌。哦，这三八的，他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你看啦，哎，这个很棒哎，好适合那个哦，圣诞节很好看，其实很好看。是那两个，我从楼下那个圣诞树干来的。对对对，我要跟 Brenda 说，他干了圣诞树的球球。加冕仪式，我再次宣布你成为火鸡女神。哇！头稍微晃一下，哎、欸，跟他一本搭，哎，蛮搭。对啊，你今天好适合哦。这是火鸡，哦，是火鸡锅。好了，结论是赞。结论这个可以买，里面要3颗3号的电池哦，它本身没有附，所以大家自己准备。然后还要准备一个罗赖板，它可以转开。好用。接下来这个叫做懒人眼镜，是129元，超级便宜的，现在懒人必备神器，躺在床上可以看电视。对，你不用坐起来，躺着就可以看前方的东西。好臭哦！好臭的塑胶味哦，好可怕！看这边就很多镜子折射，然后超级塑胶做的，很像是 3D 眼镜。你知道我现在在看哪里吗？下面吗？我在看我的手，哎，很酷哎！对啊，它就是让你躺着的时候可以看到下方的东西。我这样才看得到镜头。你现在在看镜头？我现在在看。我看的眼睛好好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你的眼睛有被折射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头好酸哦，太好笑了吧！哇哦，哇！有没有再看一个？好扯哦，好扯哦！哎，真的很扯哎，好夸张哦！你知道你的手机在哪里吗？这里，我这样才看得到。你好怪哦！我现在在看下面，就是我在滑手机。哎，超猛啊！这个可以买，我觉得这好屌哦。但是坐的时候戴上，觉得它很重。躺着的时候应该会，我觉得真的很酷，但是可能久了会有一点点晕。对，而且加上如果你要一直晃动，会有一点不能动啊。但我觉得这可以买，而且又便宜，这是酷东西。对，看起来很废的酷东西，真的。好，最后这一个呢，它叫做摩爱石像面纸盒，是429块。然后它可爱的是呢，你可以选择你卫生纸要从鼻孔出来还是嘴巴出来，我们选一个鼻孔款的。好的，放给大家看。它本来说是小的，哎，是哦，还是我们塞看看？我觉得好像塞得进去。我也觉得塞得进去。好可爱，等一下我要拍，超可爱的。哦，我们现在试着放了卫生纸进去。等一下，我们鼻涕卡住了。它真的很需要卫生纸的感觉，这个感觉比较适合薄然后比较小的卫生纸。哎，好像大的真的不行，哎，会卡住。没办法，
正方形小型的，對對對，然后薄薄的那一种卫生纸才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们再去换合适大小的来试试看，让。但它真的好可爱哦，好喜欢，好笨哦，好想要把它摆一个放在家里。这个装饰品超好看，我超爱超爱哎。我们现在装了小包正方形的卫生纸，超可爱的，只是不太好抽哎，有时候很顺，有时候会裂掉，但是就很可爱啊。超级可爱哎，而且好大一个哦！你看摆在窗边多有意境啊！它给我老皮，这个好赞哦。那我们就选一下，我们今天交换礼物，我们觉得最棒的交换礼物是哪一个？一二三，噔！我是这个摩艾面纸盒，我喜欢这个游戏机。我觉得这个实用之外呢，有那个装饰的效果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机就是非常的怀旧，我觉得它属于一个情怀啊、可以。虽然刚实际使用之后觉得它按键很难按。但我拿到这个真的只是想要享受一下那个童年的感觉，我也没有要用它玩游戏玩得多厉害，光是它游戏有400个我觉得就赢了。但其实今天这样看下来蛮多都可以买的，只是它的价位分布在不同的范围里面。如果我们今天选的是废礼物的话，就是懒人礼物的话，我就会选这个。这个真的很废，就是让你实现一个超废的生活。他们每个都蛮好笑，不是实用就是有趣。对，如果还没买圣诞礼物的话，搞不好还可以趁现在这一波买一下。那喜欢这影片就喜欢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并开小铃铛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希望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再不要你把我们抢到 Facebook， 想支持我们，再见哦，再见。